贝朵娜极光 CC 霜邀您共赏花甲少年去旅行。啊，我当顽固。哎，三十米。哦，三十米吗？老啊了。你看我。来拍起来。哦，特别甜哎。带你去遨游四海，好不好？来哦，不行，大杯。哎呀。可以搭我的肩膀。等一下。我好累。要去哪里？市场。市场。这里非常有名的布袋观光鱼市场。啊，对。卖鱼哦。对。好，因为你说晚上要自己料理。对，我们晚上要就买一些食材，是不是？对。好，请带路。石莲花。要喝吗？石莲花。那这个可以喝的吗？它打成汁啊。对对。打成汁。不干脆。它好像可以生吃哎。是吗？什么？是啊，真真的，嗯，蘸蜂蜜比较好吃，会不会蘸？哦，蘸蜂蜜。光吃应该没有味道。有啊，真真的。哎，我们就一斤这样摆一杯。嗯。老板多少钱？不要要啦。不行，没关系。老板要付钱。不是啊，那个你没关系，你点一杯吧。剩下我们买。对，有哦。你们没钱呢，我都有在看你们的食物。真的啊？对啊。清凉吗？你会喜欢，我喜欢。你最会大口喝。哦，真的吗？感觉就很降火。我可能就会喝完头。OK， 你会喝到一半，真的。好喝。好，你看，就可以，对，好好好喝哦。来，我给你陪吧。谢谢，你再喝一点，OK， 好。哎，有没有有点那个哦？很浪漫啊，浪漫的行程，来拍起来。哦，特别甜呢。再一次哦，来，一二。螃蟹了，对，晚餐呢？是的，是的。刚刚，你好，买在那边买好了。对，哦，这个丢，太垮哦，入来如何垮？哦，这个好吗？晚，这是泰国虾吗？哇！哇！晚上要做一些创意料理，创意料理 OK， 会变成什么？我每天都好期待哦。平常在家里都是随便煮，我妈妈都叫我 leftover queen， 我都会看冰箱有什么，然后就拿出来，然后就看看还有什么东西，然后就把它就这样子。这种就轻盐哦。哎，我觉得啊，哎，多带一袋这个吧。好啊，好啊。一百吗？差硬心啊！差硬心啊！郭贵宾错。郭什么？再一次机会。郭什么宾？高雄捷运叫什么？哦，高捷。郭贵宾唱歌，我演 MV。啊，你很像嘞。我演。你演 MV 啊？对啦。我不是，我是专门演大哥的那个。对，我们只是演啦啊。我不唱哦，现在来给你唱《龙溜莲》。龙溜莲。哎，看到一位很熟悉的人，哇，杰美，现场，哎呦，高捷大明星，哇，你好，我们现场啊，哎呦，你们超大明星啊，没错，哇。你给他做导游，对，啊，行，哎，我来布袋鱼市场，对啊，来，我跟你们介绍一下好不好？哎，来，你是刚刚布袋鱼当街上出名的是啥？
蚵仔包，蚵仔嘛，啊，所以用这样的食材来做蚵仔包，你看，哇，真材实料哦，你看，学生一定要吃，哇。这是台湾的国民美食，真的百吃不厌蚵仔煎哈。哎，哇，高姐高姐，我做那抓就不完。哎，来来来来，给他来报点一起去头。哎，阿这边介绍哈。看这边有很多大料。哦，哎，这种很多成品，小卷对不对？鳕鱼卵，鱿鱼，是。啊，对对对，威迪彪。你们吃的蚵仔就是从这边剥出来的，应该哦，应该哦。今天哈，起码家很夯的，布袋跟东石哈，两百块行蚵仔吃到饱，两百块行吃到饱，哎，真的是非常有名的。哇，这个是九班哦，好大哦。你在九班吗？啊，我挂腰椎，再挂龙胆。我们最佳伴手礼哈，有没有看到嘉义县严选伴手礼？有没有？这是我们认证的，好不好？呀，会议书，干，用这个干。来，高姐，我考你一下好不好？好，请说。你护标跟说有什么差别？不同的字。他在这边来说，妈妈弄给他弄。对，这鱼护，对，就是那个鱼吃不完的，它的软，对的，把它弄成鱼护。嗯，那这个是完全百分之百的鱼。那鱼松它有加淀粉，对不对？对，哎，它呢，比较酥，所以这鱼松要鱼护，所以鱼护是弄鱼，弄鱼，口感不一样。哎，我们就去吃饭了，好不好？来这边一定要带你们去吃一下海产，好不好？好。看到了吗？哇！来来来来，大家请坐来。好，谢谢谢谢。来来来来，是不是先吃一个生蚝开胃一下？好好好，谢谢谢谢。大家先吃个生蚝。好的好的，谢谢。这个是牛奶科，它煮出来你会看到它蒸绿块吧？哦，得了，刚才五零的有。对对对，不会吧？哎，所以叫牛奶科。香甜汤，这边的科啊，有一个最大的特色是吃了以后你注意有一种海的味道，掉不掉？可以点点咸味，啊，嗯，所以这个就是在现地生产的，所以就在现地可以吃得到。嗯，台湾老公就在很牢啊，很牢啊，很牢。哎，所以你看到这边鹅啊，或是虾子，这种很地在生产的，在，所以非常的好吃。对，看起来就很开胃。嗯嗯，啊，这是啥？哎呦，这个是。西瓜米猪一样，西瓜米，一般西瓜在长的过程当中，有那种还没有长得很大的，是小颗的，因为它要蔬果，就留一些一颗让它说的营养集中在那一颗上，对对对对，所以旁边是不是有一些小颗的要把它拔掉？啊，是是是，那拔掉了以后，它把这些小颗的瓜啊，它去做加工到西呀，哦，然后煸了以后变凉，看。然后就是可以去煮那个鱼汤，所以叫做西瓜米。你们喝看看，真的是非常好喝。来，先来，先来，来来来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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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来，就是这个。哇，这可以，真的是西瓜米，西瓜米，鲜甜。难怪我最近这么忙，西藏有西瓜米，对，鱼是最好吃的，好不好？哦，西瓜米哦，它有酸酸的味道，对，酸酸，因为它有腌制过。哦，原来，对，还有姜的味道。对，鱼的甜味，清爽。这个西瓜米煮鱼汤已经现在变成一般人的生活的日常。嗯，都会煮了。家里面的家常菜，好不好？的家常菜，幸运碰到你们。嗯，那你们也很幸运，赚到一餐免费。哎，谢谢。没有。对对对对对。OK， 没有。嘉义县政府请客，嘉义县政府。好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。谢谢啊，我因为还有行程，所以你慢慢吃。OK， 谢谢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欢迎你们，谢谢，多多介绍嘉义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好的，谢谢，谢谢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好，继续吃。
天然的。不好意思啊，没有办法，因为新郎在总是要很优雅，总是要中俗女。这个回题我一定要吃，哦，好扎实，哦，这样这个也很多。好，马上来，而且超大颗，超大，有这么大一颗。这里的海鲜还真新鲜，对，是的，吃的很开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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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买的也很开心，对不对？爽。不过，哎，25岁之后啊，总觉得好累，都睡不饱，而且每天早出晚归，根本就没有时间运动啊，总觉得身体都在恶性循环呢。嗯，有没有什么神奇法宝可以拯救我啊？我听见你的愿望喽。像你这样活动量太少的人，就是身体的大循环出现异常了啦。这样下去，以后很有可能会罹患慢性病哦。什么？那怎么办？有了这件穿的保健品 ，PP 石墨烯长袖智能衣，就不用担心啦。独家 HSG 超导石墨烯和人体接触时，有助于身体蓄热升温，同时提升血流量、血流速，促进代谢，帮助重启体内循环。最厉害的是石墨烯的优越导热性能，让智能衣透气不闷热，帮助身体调节体温，持续穿戴一段时间，能够维持身体的良好机能。真的耶，而且可以白天工作穿，晚上睡觉穿，24小时都穿着保健品，随时维持良好循环代谢，精神体力也越来越好了。花甲少年一家亲，快穿上 PP 石墨烯长袖智能衣，一起守护全家人的健康。PP 石墨烯的领航者，我觉得跟浪漫没关系耶，因为民以食为天嘛，是，还跟浪漫有什么关系？没有，要吃饱饱，然后我们现在下一站真的是浪漫之地，哦，那个地方啊，对 ，OK， 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去的是一个很漂亮、很漂亮的沙滩。沙滩，然后它是海天一色，然后我个人有一点。小小的心愿，用心愿呢？对，你要我们帮你完成，是不是 ？Yes，OK OK， 好，对，好，听听看好吗？去穿比基尼游泳，哇！穿比基尼，对不起，合理吗？配合不到，配合不到。因为我不当女主角已经很久了，所以我你永远是我们心目中的女主角，对啊。可是我想要在海边再当一次女主角。哦，可以啊，这样子啊，你要当女主角，就是要有一些剧情就对了，是吧？对，因为刚好我们有歌声，有，所以我们已经有配好的音乐，好的，然后我们有平地，然后我也是一直都很想要写剧本跟当导演，哇，好的，哎，刚刚好，就好了，就所以说这也是 Janet 的一个，你是导演，他的一个处女座梦，好啊，处女座，好，那你负责配音。这里又是一个秘境吗？是的，你看附近的那个松针，多美，是是是，对，然后穿过这一片之后，你将会看到一片很漂亮的海，是不是很浪漫？浪漫，可是小半里头太短了。哦，现在已经是沙滩了哦。哎，很细耶，你看这个沙子，对。哎，调皮！谁在讲？王师傅这边讲。哎，我们海天一色啊，往那边走。哎，啊，好像那个什么千手观音啊。哦，就是那哦，就是养鹅啊的啦。养鹅啊的、哦。对，都是养鹅啊，就是鹅啊，以为是装置艺术嘞，无法。对对对对对。哎，小螃蟹呢？不要下沉。没有，我只是要下沉，我只想撑我。哎呦！啊，你看，阿弥陀，哎，你拍得太成功了啦。哦，你看这么多小洞，那都是小螃蟹。螃蟹，我小时候我知道虾子。
沙子，沙子，你变外国人了，不好意思。来，我们给导演看怎么，导演怎么说？等一下，你最后要往这方向看。光屁哈。对对对对，然后你先不要哦。好。你他是。不知道要拍什么。OK， 女主角，然后拍拍拍拍拍拍拍，然后呢，到那个点的时候，你要站在他旁边，这样子就好了。你这样子的光就会遮到他。所以你的摄影机在这边。我摄影机会在这边。在那边。我觉得这样子会比较浪漫。没有，还没有，因为要。哎，不是铁达尼啦。没有，要遮到你的。大概他要铁达尼，我的威霆，他是让铁达尼威霆，然后我出现到他的身边，对，顺便替他遮阳，对，那他就很奇怪，哎，怎么在网上看？你看。然后呢，拍他特写的时候，就有一个阴影过来。我的建议是你望着远方比较好，你看地面干嘛？再往前，你要太阳遮到它。哎，主人，哎，那玻璃套，哎，往上看。哦。然后呢，手。手就非常好，就非常好，很自然。你以为惊到啊？是我啊，阿照。哇，你真的很入戏耶！对呀，他刚眼睛都红了。对呀，太入戏了，太入戏了。你好快耶！入戏嘞，不愧是影后，真的。期待很久了，是不是？没有。你是不是让他想起了以前的初恋？这个随时都可以想象的。哦，是。那演员马上就会厉害，他就进入了。对呀，好强哦！你要不要回放一下？看一下，没有，单独，我没录，吓死我了，我吓一跳。哦，我觉得在海边，啊，我真的突然就觉得，哎，我真的是想要当导演，真的，真的，我拍得太过瘾了。我们在海滩上跟杰哥对戏，我觉得杰哥也是很快就可以进入角色的，很棒的演员。然后这些时候，其实你就可以牵手去把他起来。我说阿照是我，我知道你在这里等了30年了，我回来了，我也决定不离开了，然后带你去遨游四海，好不好？好，抓到，抓到。我向海 ，OK， 啊，他们向海。那我们就去吃东西了，对不对？走走走走走走走，去吃东西就放在那边，对对对。这里安定，让他们站一个小时好了。我真的是 MV 王啊！我拍过的 MV 没有一支不火的啦。对不起啊，这个是一个小道消息。还真是嘞！下一站就是讲日本。讲日本？对，就是。gay 的对了。对，就是要这完全是日风，然后有和服让我们换。哦。对，然后我今天是导游嘛。嗯。所以今天我说了是很多。对。哎，好啊，所以我明天。就是我说的算了。Oh my god！ 哎，要尽好尊贤。要尽好尊贤。我的想法是，既然是日风嘛，那我们穿和服嘛，那男女主角就换年轻的，演我们刚刚演的30年前。Oh my god！就是 ，My gosh， 就是你们两个热恋，然后要分开，你要去家族。我去家族。对。好。还是我们交换角色？不行，因为交换角色我哭，我等于家族。是啊。不行啊，我们要正经一点。正经一点，我导游是不是？
到日本。是的，这都是日式建筑。哦，欢迎来到昭和十八。昭和十八，所以这就是日本时代留下来的，到现在。它整个建筑物全部都是日本的原址。天哪！对，大正十年，保持得很好，真的。冰淇淋呢？你要吃吗？要吗？我的生意已经闭切了，我不能再开。好，综合的。两只。感觉真的是到了日本，还有抹茶冰淇淋。哎，有这么可爱？谢谢。这个好像可以的。谢谢。这你给他的钱吗？对，我给的。250。250，不用吗？不行啊，要收钱。又不好意思了呢。谢谢。谢谢。哎，不要这你给我讨论下去吧。我们有30几个也多。没有啦，开玩笑。你们站在这个门下面。哦。对。来。哦，对，我当导，我是当导演。OK， 好。真的吃吧，没关系。嗯，演的你看，哎呦，嗯，还有在拍，拍 MV 啊，就到处都拍，以为你们在拍照。哦，没有，在拍。刚刚说好了，现在导演换我，你们是男女主角。哇，这个古树，你看，百年枫香树。大家请跟我走，好漂亮，我已经定好了。所以用这种定好了，就是我们要换装，然后等一下喝饮料都在这里。嗯，反正今天你安排了，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。你好，欢迎参观。哎，我有问题。那我们进到这一栋古迹建筑的话，我们先把我们鞋子脱起来，放在鞋柜里面。是，对，有一个桧木的味道。哎，对，这以前的话是我们的嘉义神社附属的馆所，那这整栋建筑都是日式的桧木建筑。哦，对。然后我们这边的那个浴衣啊，都是从日本进口的。哇，对，啊，我们这边可以挑选。哇，这个好有颜色，女生很 colorful。对。什么代志？啊，有了西谷，这个是这样子。哎，好哎，还是贴个叉叉。哎，那个很厉害，你那个眼睛，这个很黏。好，希特勒。希特勒，我觉得比较像希特勒。希特勒比较像卓别林。こんばんは。不愧是小蛋。阿尼基。小人叫我的名字。好，你去。啊？头前呢？卖过几台啊？嗯。OK， 咱处理那台。处理那台。那你要什么场景拍呢？我觉得这个树下还蛮漂亮。哦，就猴子抱猴子。对。我们是猴子吗？还是你要去神木？随便，让猴子好，让你选。
OK， 男女主角就是非常的相爱，是的，非常的甜蜜。然后你们要戏耍一30年前的我们呢？对，要非常的恩爱。然后这个时候电话响了，电话响，那时候有电话哦，没关系，穿越时空的电话 ，OK， 电话。第一拍的先来哈，就是你们玩哦，好，开始。Music。我很认真在跟你想要的甜蜜蜜哦，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。甜蜜蜜也是我很熟悉的歌，那我就尽量把这个歌曲就是带入这个意境，也希望有些人发现我的声音其实还可以的啊，或许你们有其他的想法，或许出个 EP。我也不反对啊，会有一个流量的哦。嗯，春风里开在那个春风里，开在那个春风里。我要我唱的不好吗？或许出个 EP 会有一个流量的哦。嗯，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。没有，我们现在就在这里换镜位，要换镜位这么快哦？你真的是回到刚刚那个位置。那我要再唱哦。对，没事。你还等我？你一定还等我。OK， 好，我绝对等你。你绝对还等我。OK， 好。好，这样，哎，你怎么会叫我？哎呀，怎么会叫我？哎呀，还你紧。我还当顽固，哎，三十年，三十年，我已经老了。你当我，老得多甜蜜，你真的，美昭姐当导演也是超可爱的，因为他其实是真的很认真的，我是玩得很开心的，我以为美昭姐会有一点生气，但是没想到，哎，他也还可以接受，因为他们实在太可爱了。可爱到我不舍得喊咖，因为我本来分镜分得好好的，可是问题是他们玩的让我觉得我好开心哦，对，我就是舍不得，就让他们去玩吧。导演不满意我们就再来哦。最后的手不满意，那最后一套，最后一套还没下山，最后的手可不 OK， 好，你们要先拉得很紧，知道吗？OK， 要拉得很紧哦，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，要怎么样？不是这样拉，是这样拉，要这样拉，哦，这样拉，这样拉，拉很紧，然后慢慢的这样子松开的 ，OK， 这样慢慢的松开，松开，细节 ，OK， 好，手的特写嘛，对，手的，要用大甜，你手特写，你笑的甜蜜蜜。对，谢谢你今天的安排。好，很多没有接触，像布袋，我们都听过。我今天也是第一次去，像这个神社，你是第一次啦，真的是哇，第一次来。阿金妹的，阿金妹的，哦，你本位，是可惜了，哦，是可惜了，哎，是可惜大哥，你是配啦配啦，你是可惜，不是可惜那个，什么东西？不知道三位，是今天我的安排有什么想法 ？OK 了 ，OK 了 ，OK 了啊！我觉得很棒，我觉得你当导游跟导演其实也是有天分的，是看到不一样的，有自己的风格，对，真的有自己的风格啦。因为我觉得你敢玩啊，虽然你是很认真的，然后我们在后面就是玩我们的，还是可以接得上去。然后一开始你说的话我们不满意是手的部分的时候，我们还继续演说你很认真，我还认真教我们。对，因为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完美。完美。但我对杰哥有改观。哎。有改观吗？有，因为我在荧幕上还是，就因为没有相处过，没有相处过，你一直觉得我觉得有距离感，可能是，就觉得你真的会有那个帮派的感觉，就什么三口组之类的感觉会有。你想太多了。对，但第一天他就还蛮。对，所以我就觉得哇，怎么很亲切。哎，不管我看你，我就爽快。哎，哇，你够了，我是爽快。啥？这个是缘分。是。
哦，而且很爱开玩笑，而且可以玩，是可以玩，很大的改观。是我给很多人的印象是这样，是吧？可能荧幕上就是。啊，可能是硬汉啊，可能是闹多了。对啊，你的声音又很粗，就是很粗犷，很雄性这样子的，对不对？偷拍，偷拍。哎，我下面再提，我来提，我来提，怎样喝，怎样喝，是不是？你这样子会吓死人的啦。对，阿娇啊，没那么大声啊。有，明明就有。哎，偷拍。哎，偷拍！偷拍！哦，好，来，好，三虎姐，您说。小邓，我给搞，我也给洗洗。我嘛洗，我嘛洗，但哦，要洗，这小黄，这小黄，小黄，这肚子，这肚子。哦，我怎么样？我直接打到你。哎，但回去。我应该就顾不好你花艺啊。没关系，你冷静。OK OK， 我真的笑点真的很低的，你看很棒，你很聪明，我很棒哦，我那声音太大，都被你吓到。没有，其实今天给我的感觉就是，哦，这样就裸关呢，对，裸天，对，很正面，而且他很爱撒力。哎，对。其实蛮男孩子性的，对，而且个性就是向前冲，有过向前冲，前面都唔惊，唔是向前冲，他比较那大波浪个性，男就女汉子嘛，是，好嘛个性，一点就没听，他是中错你的啦，你怎么了？你不要拿出来啦，我记得了，听人。不要拿出来了！这个是你的啦，你给他放回去了。我刚刚已经很 OK 了，你在那边。好，没事，没事了。嗯，好，跟你说 ，OK， 我没有什么好说的，真的。没什么好说的，你已经说完了，对。才千言万语都在哭。你的笑声代表一切了。没有，你们刚才很认真在讲回忆，然后对于彼此的。什么意思？彼此的感觉，然后呢？我的脑海里一直在回放你们刚刚闷到走的。偷拍！我们三个人同时被吓到，就是因为看到我们三个表情一模一样，所以他忍不住笑。可是他笑到哭，我就整个傻眼了。他越哭越凶，然后到最后才知道他是笑，不是哭。啊，谢谢大家。哦，谢谢你。哦，没有，我很久没有笑成这样子。我们现在要去民宿了，是吗？对，我们要去烧菜了。烧菜。耶、yeah, ！然后晚上烧完菜，我们就自己享用， yeah, 然后吃饱饭就可以睡觉觉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跟你讲，今天晚上真的要好好的睡觉。那明天我们可不可以晚一点起？你报名好困了。明天绝对不能。晚一点，因为我们明天越早越好。你会开心，对，你会感谢我早一点。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对，人家看日出啊，看日出，哎。世外桃源哎，漂亮！你看多漂亮！是，我们先。先把行李搁在这边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们直接去房间。直接去房间啊！哇，直接要去房间，这样子吗？去房间把行李放下来。好的。参观一下房间，然后再去烧菜。OK， 哇塞！哇，那个漂亮吗？哎，有日式房，是日式房，然后里面还有。厨房，好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这个。
道你的意思了。要主办了。那这个就交给我们两个。这边给你们。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同房。好。好。好。对。我们处理我们的。我们处理我们的。但是我可能要跟你借一个东西。我知道。请说。我不会处理乌鱼子。我帮你处理好再送过来。好好好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好，我小一块就好了。他有他的料理方法 ，OK 好，那就这样，好好，那我们两个一组哦。你们要大概多少时间？20分，二十分这么快？怎么拼啊？二十分钟怎样？那给我20分送菜，23分钟可以吗？好，30分。就 Michael Jordan。对的，因为很多东西还，你还要花一点时间呢。没关系，跟他拼了。哎，我觉得这个电话是不是可能挂反了呢？我这样子很像我爸爸妈妈，有人会共鸣。嘿啦，好啦，阿丽。你听到？没，扛不掉，我要真的是想。那你就当我的 sous chef。好，我是你的。OK。我叫你做什么，你就做什么。没问题。好，跳。我叫你做什么，你就做什么，你没有跳。跳。啊，原来是要跳哦。好。OK。好，今天就试试看了，因为其实这道菜我也没有做过。像这样的爱情让我苦恼。OK， 试试看。好。Round one。Round one。哦，咻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太热了。哦，因为我家里不是用这种锅子，所以我真的没有。转小火，你要不要转小火？可以。哎呦，哎，超会搭哎。超会搭。其实很难用，还可以超会搭。哎呦，超会搭。哦，怎么办？我有煮过，那我觉得，因为本来他对于台湾的这一种炉灶本来就不是那么的熟啦，啊，我本来就熟，对，所以当他快要怎么样的时候，赶快冲去帮他，这个就是米饭需要互补的地方。花枝好了没？还没。花枝哦，好，那再帮我花枝一下。哎，不是花枝一下，跳 Q。跳 Q。哎，我们真的好像在参加一个什么比赛，这个对，明明就不是轻松煮饭的样子。我们不要有压力啦，慢慢来啦。真的是乱做一道菜。哎，你真的很会哎。这个要处理一下。哎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哎，还好有你，你还说你不会煮，这个我。我真的不会，我可以切菜，我可以备料，但煮没办法。我也不会啊。我对我的料理是差不多50%有信心，所以就是等于50%没信心。好，你需要我再叫我啊，我来进行我的。你先弄你的苹果派。假如中间有机会。有机会的话，我可能还再做一个我有学到的一个 apple pie 苹果派给你。我这个苹果派是跟我女儿学的啦，她有一次做，我想说，还挺有水准的。嗯，有啊，你第一天带的那个小点心就很好吃啊。对，那个也是我跟她一起。嗯。就是麻烦他指导我，很不错，可以开店了。没怀疑就了。第一点酒。好。然后葱花就。哎，这是高粱呢。对，一点点。要紧哦。一点点，不要太多，一滴哦。真的一点，我很听话的。你好嘞。好了。你看，颜色是好的，问题是有没有透的。我以前有相当的经验嘛，所以说有空我就尽量是我煮。我很少做甜点。对。那今天第一次，那我想说表现一下。那烘焙这一方面做一个苹果派，新鲜的尝试。对，做一个苹果派，因为跟女儿学了就是。对，我想说，哎，好了，炫耀一下。也不是炫耀一下，来分享一下。好，我的螃蟹也好了。你的螃蟹也好了，汤也好了。
汤也好了，乌鱼子也好了，乌鱼子也好了。哇，你真的是快手呢。因为这个馅啊，苹果馅需要一点时间，真的是需要时间。对，我等你。你这个帮手超棒的。好，好。哎，真的五胖吼，五胖五胖。帮我想一个主题曲。好，煮菜，卷内带煮菜。那我在那里煮虾米。哇，五在带胃要来。阿里的胃要够够好，带人吃。会使，绝对会出塞。今天要嫁啦。要不要加一点酒进去？好，可以啊，可以。要不要加一点酒进去？好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哇哇塞，你好豪迈哦！没有，不小心都不小心。没关系。OK。哎哎，是新酒，我不知道。哎呦，那个这个。哎，其实蛮香的哎。蛮香的 ，OK OK， 那就好。进去吧。你就会煮。我会啦，可是要备好料。那我觉得再加一点奶油，好，再加一点点酒。没有，不小心，我们做好了，你们去。你们做好了，做好了。等一下，你们需要帮忙。认真做好了。不需要帮忙，不需要帮忙。嗯，不要。你们去坐着等我们，你去坐着等我们。可以哈，不要看 ，OK。你的 Apple Pie 都做好了。哎，你这个虾处理的可以哦。哎，但是还没好哦。我知道，看就知道了。我的 Apple Pie 要一点时间。我们就不用帮了哈。可以，不用不用，你们去享受。好，我去偷窥他们了。然后最主要也是说，反正我们已经做好了。然后看一下他们有没有需要我们帮忙的，我跟杰哥都可以帮一下。可是被他们赶出来了。他们怎么那么快啊？对啊，我也不知道。哦，好有压力哦。我挑 Q 很快吗？挑 Q 很快啊。我真的没煮过。完全没味道。怎么办？真的假的？我最担心，我最担心的不是他们喜不喜欢吃，我最担心是我会让他们吃坏肚子，因为我真的曾经有让很多人吃坏肚子过，所以我就觉得 Oh my God， please don't， 因为我明天要很辛苦，我们明天的行程绝对不能有拉肚子的哦，喂，明天的行程如果拉肚子就真的很不 OK。好想睡觉啊！是吗？快累翻了吗？我觉得有样子，挺专业的哦。看起来好吃，是，但不知道，不知道木头会怎么样？不会。这个跟这个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只是意大利面，我觉得可以给一些选择，而且万一一个失败，另外一个还有一点机会。而且这个是我们第一次做，真的，第一次，你第一次吧？我觉得也是我第一次。因为今天去菜市场买的料都我没有煮过的，所以就想说啊，反正就是。那你们可以先吃看看，先吃一点点啊。好，先吃看看，然后看看你们能不能猜我们里面放的什么东西。要。OK。你们要不要趁新鲜吃螃蟹？这刚好一人一块。好啊。这个非常新鲜哈。好。对对，好甜哦。好甜啊。好甜啊，做你心好甜哦，而且肉质好细哦。哦。这个很像那个嗨山达在卖的。好吃啊。来试试看乌鱼子。乌鱼子因为它弄不到蒜苗，我们就配苹果。没问题。也是一种吃法。对啊。OK 啊，自己都记。哎，你看到了。有点点头。是有过关的。其实我们没有失败，我们就觉得过关了。对，只要有熟就好了。对。不要明天拉肚子，拜托。你吃这个乌鱼子，好吃，好吃，但是我用高粱去煎，高粱酒，用高粱酒去把它煮熟，煮到干，
它就是去腥。这个不好用哎。嗯，对啊，很难用。对你来讲很简单。太简单，太简单。不愧是林妈妈。嗯，这我们才跟她借。嗯，酷哦。师傅。嗯，可以，可是比较重味，就，咸度不够。我觉得，嚼劲力有点 Tabasco。啊，加一点，那就失败了啦。因为我还要再加一个 Tabasco，Tabasco 味道很重的。对。你加气，哦，对，加气是自己要自己加气。因为我刚刚有加，所以味道我觉得 OK 的。可是我觉得有一点干。太干了，没有水分。对，比较严苛吧啊，然后我就觉得可以再下重手一点，因为我们吃的比较重味。假如是我的话，我可能会把它变成茄汁的。不过严格讲起来，过关。我是说美道姐煮的那个鹅鸭汤，真正是海山大海鹅鸭汤，就是有林妈妈的味道，我觉得很棒。试试看这个还有汁，要摇一摇，因为我有点不能发声。哎，叮咚了，你的 Apple Pie 好了吗？我去看一下我的朋友。好，比较湿，就会比较湿润，就看起来就应该会比较好吃。这个好吃，这个好吃，比较 OK。可以吗？这样就对了嘛。耶！对耶！这个就是他搞的。可以，漂亮，对，很的来，来喏，来上去就变成一个苹果塔，是吧？哦，来了。今天是美国国庆，虽然跟我们没什么关系，我们吃一点美国玩意啊，好漂亮啊，酷！哎，这边还有馅，配这个吐司，哦，可以再加上去的。好吃，有啊，好香哦，呼呼，耶，好香啊，有点接近外面卖的啊，呀，是可以卖的哎，因为我上次吃到我女儿这样做，哎，我说哎这个东西可以耶，就觉得吃啊，那我就跟着她学烘焙了，我的期待其实蛮大的，是没有想到会在这边吃到甜点。那个料，他做的那个心其实是蛮香。他一直觉得他的皮是失败，因为它不是脆脆的。但是在美国其实也会吃类似这样子的，我就觉得哎，其实味道对就 OK 啦。杰哥的 apple pie， 我吃大惊喜，派皮有一点退冰了，可是我们还是很努力的把它修复好，然后做出来好好吃。杰哥跟他女儿做那个 apple pie 真的是可以卖了，真的是可以卖，好好吃，我很喜欢。我们现在吃了晚餐了，是，所以我的任务结束了。下一个导游是，当当当当。那先讲今天我们的心得了，谢谢你给我们很多新的一个体验。布袋是很出名的一个地方，我也是第一次接触哦。去到那边，我也是第一次踏进去。阿莲哈，早上去另外一个早餐市场。是，都是一些新的体验，对对对。我们要去中药，哎，那个中药好像也很棒。我们要去做那个黑豆茶，神社也是很惊喜。竟然不知道嘉义有这个地方，谢谢你让我扮那个日本人啊，帅帅的日本人，对，不是帅，我是Yakuza，是哦，你不能耳朵跟着Yakuza，哦，今天我最大的惊喜就是凯凯跟我儿子是同月同日生，哦，我们都是同一天生的，叫爸爸，哎，那倒不用了，大哥，那倒不用，叫哥就可以了，杰哥，好 ，OK， 反正。那我今天必须说，怎么了？我很久没有笑到这样子，真的假的？笑到哭？对呀，笑真的是停不下来。了解，笑对身体非常好，真的超好的。我现在那个体力真的笑到一般就是在那边笑，他笑到脸红了。我笑得太热。所以真的是感谢，今天安排的非常好，成功，对，非常成功。他的行程真的都是比较梦幻少女的，跟他的人设真的很搭，我自己蛮喜欢的啦，挺有心的啦，我觉得他也应该很满意啦，又怕大家太劳累，那又有趣，这个东西其实
真的要花点心思的。是真的要吃多一点，但是也不要吃到肚子痛，因为明天就是我要来接棒子。然后当当当当当，应该是跟那个户外很有关的哈。是的 ，outdoor right， 更了解我。outdoor OK， 对， surprise， 有山有水有危险，有可能会溺水，可能会高山症，可能是会不舒服晕车。明天你休息没问题。好，走走走走走走。我先订高铁啊！有始有终，你可以休息，也不用订高铁。我可以再休息，饭店休息一天就对了。不是不是不是，你有领通告费呢？你有梦要我们帮你实现实现嘛，对不对？那我的梦，你的梦也要我帮你实现。你要是的，我不坚持，你要完成我的行程。但我希望大家都是 OK OK， 就是你要交给我们，对对对，他说有危险性，有危险。你开车也有危险性啊，对。哎，开车不对啊，好有力量啊，其实是。那这是有安全范围内的危险性。OK， 讲的就是有危险，还是这个还是很危险啊！你讲的我真的是很难的吃下去，太害怕了。那你就是需要吃的，因为我们明天也是一大早要出发，对啊，肯定出发。这样不危险吗？吊钢爬山爬上上去没有吧？攀岩上去吧？攀岩。你越讲越恐怖了，有可能。这次大家都真的是做得到的，而且我觉得你做完会真的会有成就感啊，真的真的真的。我怕我后悔，不会后悔，不会后悔。哎，对，我怎么说？不要哭，不要哭，不要哭。对，有一点期待又怕伤害，我的体力负荷不了的，我当然不会勉强自己。可是我会尽我所能的去克服我心里面的障碍。既然四个人一起出来，就是要共同去完成它嘛。会有难度，我觉得他不见得是会做到。不止梅兆姐，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有最后会有一个感觉，是不只是啊我做到了，是哎我好像真的可以，我真的好像蛮喜欢的。对，就去放手一搏去玩看看吧。我其实跟美兆姐其实都有点害怕，有一些探索吧。那我的惊哀啦，你来的话就做得到，我就做到你想象不到了，阿妹。大姐应该很紧张吧？终于轮到我。没有，我现在已经释怀了。释怀。所以大家都很清楚我们今天要做的什么，对不对？还不知道哎。还不知道。我一直以为要去阿里山看日出。阿里山，我有一个遗憾。怎么说？我当兵的时候，有人来会客嘛，对，是女孩子啊。那我也不知道她是不是我女朋友了，反正算是有点有暧昧，有亲密关系啦。啊，这还不是女朋友？可是我认为只是男女之间的一个友谊。哎，对，然后她来会客，是女生的差别。看日出大概5点就要起来了。对对对，那哇塞，我一定就是很热情嘛。哇，起不来了，所以说日出云海都没看到，就有这个遗憾。我们就是要去阿里山，对，附近而已的，旁边的瀑布。但你能听到瀑布，你会想到是什么？因为我不可能是只是带你走走去看瀑布啊，一定是溯溪啊。我昨天跟杰哥聊到，我们想到瀑布就会想到那个山脉，就是在瀑布里面在这一些哦，是按摩啦，按摩，那个算按摩，杰哥一直说要按摩，一些修行人有没有在？对，真的很好玩啊！我之前有做过，就是超级激烈的那种溯溪，就真的是需要绳子，需要去攀岩啊，然后需要跳水的那种。我们今天是属于是比较缓和的，对，缓和的。我自己也会期待，因为这个地方是很少很少有人去过，
听说你所以说都没有，所以说你也没有去过，我也没有去过，好，非常所以对，也是秘密基地，超级秘密基地，共同来探索啊。Yeah, 所以今天我一定会让你们享受到，是在刺激中享受。一定要一直加，一定要加刺激跟危险跟冒险这三个字。啊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。你有轻松，但是又有漂亮，但是又有一点点小挑战，一定要有好吃的，因为我觉得这是全家都会喜欢的，就是不管是年轻小的或是年纪大的，都一定是要好吃的东西，这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。我是希望大家就是有觉得小小的挑战，但是也会觉得啊，我这一次得到我一个我没想到我会去的地方，或是做一个我没想到我可以做到的东西。你那个装备都已经准备齐全了，准备好了，换好了。OK， 有。差不多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们还有安全的。他的装备多花俏。有吗？你这么担心干什么的？不用担心啦，没事啦。我们有专业的团队会照顾我们。对。你看他们是不是专业，还会害怕吗？各位大家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教练好，教练好。我们的梅兆杰有一点点小小的紧张。很紧张。对，有很多人会保护你的。对。然后富凯呢是什么都不怕的，所以他什么都可以做，所以完全没担，完全没有在担心的。我当然是什么都不怕，可是有点岁数。那要顾及一下我的岁数。不客气了，双双装备本来都是钢铁人。哦，好 ，OK OK， 太好了，太好了。所以我们就先穿上钢铁人的装备，我们就下地图。好 ，OK。有人来拍摄过吗？这边没有，是我们是第一次，我们是一个团队，我们是第一个团队来的耶。OK， 真的、喔，对，哦，又是第一次，第一次，哇，你太多第一次给节目了啊、喔。你也是啊，我们都是啊，除了他，除了他，什么什么，我也是第一次来啊，我没有来过。哦，不是我第一次溯溪，但是是我第一次在后面，来到这里，对这个地方，而且也是我们是第一个团队来这边，从那个滑水道前，所以很期待，是很期待的，对啊。他说等一下会经过个竹桥，会，然后这个地方，对，这个我知道。其实很多人说这个竹桥就是最大挑战，如果你能过这个竹桥。那后面就 easy， 所以那个竹桥有多恐怖啊！啊，不让他听到。真的真的，不要，不要，千万千万千万不要！我们到那边再，反正你再怎么讲，他也就是也会紧张了。对对对对对。哇，还是有点怕。不要怕啦，我都来了。我觉得紧张是正常的，怕是正常的。对，就像我们第一天不认识的，也是会有一点点怕，不陌生，就是陌生的嘛。可是那么问题是我看到你们就不怕了。好，那就好。那好，那就好。OK， 那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？OK，OK。Go。等一下，等一下啊，我们是不是要不要先做一个暖身，先让自己的身体先可以，好。好。站起来，啊啊。哎呦，你看鬼哦！好，跟着我做啊！不是有个腰吗？对啊，腰啊，腰，腰啊，膝盖啊，不要了，膝盖我们两个都不好。哦，那没关系，那我就膝盖，那你跟我做，我们就先蹲下来。这已经很难了。然后把这个打开，让我走。小心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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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觉得他还是不要去好了。不要去好，不要给他借口。谢谢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好，上车，走。我昨天就突然心酸，你知道吗？心酸。哎呦。你一下你就投入去，他超投入的，昨天在海边这个没有，我们昨天不是收工的时候吗？对，我就突然想到说，啊，已经过一半了，对，然后就好舍不得。还是以后花甲少年去旅行，每一集都有你好了。
不要，我喜欢我们自己才知道。哎，其实真的只要看看人，对，真的要看人。对，下一次是花甲少女，我们是少女，你跟我是少女，找一个八九十岁的他们，那你的心情会不一样。哎哇，你就会有照顾人的心情。大太阳，他刚刚跟我讲说墨镜遮阳，对，我只是怕他会不小心飘走。我走前面，好，你走最后面，我走后面，好的，你就把它当成楼梯。你一步踏好了，再走下一步啊。你把我当保龄球，好，保龄球，你保龄球，那我们就是保龄那个这个。你也形容词就奇怪，就够专业了，就够了，就够专业了。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，好，比较平坦了。第一个挑战，这个算什么挑战？这个健步如飞，你先跑，你先跑。对，小心，这样哦，加油，有安全。我们要过主角之前，因为它下面有二十层，所以我们过主角之前，我们就要先挂那个安全锁。真的，往前走一下哈。有20米高哦。20米高，下面有20米高。对对对，好，了解了，了解了。谁来扶我一下？耶嘿！你到中间的时候可以左右看一下，那边很漂亮，是不是很漂亮？很漂亮哎。对，等一下也可以在这边稍微玩水。呀，是是，小心。我觉得你前面都是用演的，你就不怕？没有，这个我不怕啊。而且我为什么从前？为什么？因为你们人多，那我帮你解。哦，好玩，很简单的。你棒棒，对，你挑战过第一关了啦。超棒的。以前因为吊钢丝吊太多了，常常在那飞来飞去的，所以这个对我来讲是没有问题的。这边的缩戏我觉得是很美，因为它很自然，有一点小小的恐怖，因为那是竹子做的桥，其实有安全，所以你又过关了之后，你开始看那边的石头，就那个景就真的是很美，非常非常的自然。那我们第一关不是去休息呢，我们第一关要去哪里？要去下练的。第一关我们就要先去溜滑梯呢。溜滑梯。对，我们有天然的滑水道。好的，太好了。他因为怕水，你先去看看这个水的感觉。你能不能？对，我们往这边走。我们先示范。你们先。好，那我们陪着你。我们陪着你。往我们天然滑水道出发。好。有两种方式，就是脚下去的时候，可能就是鼻子会稍微跑一点水。对。啊，如果是躺着下去的话，它是不会跑水进去，是比较舒服的。哦。啊，躺的话就是要立正的。对。可以选。那我们骑队就示范我们正常的方式。好，标准姿势。你看。来，第二种方式，我们就是倒着下，哦，立正。哦，这个比较不会进水。对，这样子鼻子比较不会进水。哦，我觉得还是会进水。没有，你看，其实你可以做最后面这一段，你看这样子。你玩这个就好了。你玩这个没关系，我都玩。哦，棒棒。你真的很棒哎！你可以吼，可以吼，我们都在，我们都在。耶！我觉得他的声音可能会恢复。我有可能，对，你就是靠这一次了。哎，确定？你确定？可以吗？确定 ？OK。好，那可以的话，我们教练站位了哦。好，哎。今天最得意的是，好像我真的有。就是启发吗？开发了，也不能说勇气 ，maybe 开启他们的冒险的精神。你先蹲脚先下去，好，哦，冰哦，对，然后你脚现在伸直之后，你再躺下去，双手合掌，好，对，好，走，好，就一直说服我自己说，啊，既然都来了，就是要好好玩嘛。那你去恐惧这个，其实
也没有用，那倒不如就享受的去玩。所以对我来讲，这件事情我把它完成了，我好开心。水很冰很凉，但是真的很舒服很爽，一定要来体验一次，绝对要。现在我很担心没抽奖，因为他真的要挑战了，我觉得好可怕。你要我先还是你先？我可以带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你要不要我带？确实对他来讲，以他的年纪还有他身体的状况，他的膝盖的一些问题，要叫他做这些挑战确实是真的很吃力。他就认为他做不到，他没有办法，就是有一个畏惧。我一直在消除他的一个畏惧感。这个难得的机会，可能我们这一辈子就这么一次，我就在旁边一直让他很安心。我本来一直不敢，一直很害怕，就因为你们，我克服了我心里的障碍。谢谢。哎，对，坐下，对，好，两只手往后，往后，对，好，走，好，到这边也不要乱啊。好。耶！好。耶！棒棒。少杰，你好棒！耶 ！OK 哈。完全都没有很累、很苦，什么都没有，就把它完成了。我觉得他的敬业精神让我很佩服啦，也是我们要学习的。梅少杰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的，因为他从第一瞬间看到我就说：“哦，你这哦魔鬼，我一定不会做你的行程。”但是他既然自己去自愿的，他自己 volunteer 说 OK。我要下去，我要碰到水，我超级佩服的。他就是又做到，然后我觉得他真的是很勇气。要谢谢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，然后谢谢 Jenny， 连我经纪人都吓到，有得到一点小小自己的那种优越感。林弟弟，我林弟弟是了解，来哦，我是，好下面，哎呀。然后脚往前伸，啊，就很舒服的躺下去就好了。OK， 是吗？怎么了？耶！耶！呼！耶！呼！来，拉起来。我们拿花镜。还有带花镜，帅！又期待又怕受伤害，可是我们是男子汉呐，我下面好惊啊，你知道？安全措施也做得相当的，就是。让我们安心，所以说我觉得没问题。坐着了嘛，哈，好，躺下去。坐着，大胆大胆。哇！棒棒！耶！真好玩。泡到那个水里面是那种啊，拎几滴，但是很爽，倒立的回去下去的那个我没有玩过，就很好玩，很好玩。很棒，好好玩。但是赶快去，再一次吗？会很快，再来一次。从头，他要用头，我头来，头。OK， 好。我真的有感觉出来，他真的是有呀、yeah, ，I don't know， 他就是变一个人，非常的感动。我很希望他可能再过十年会回头想到今天，然后会想到啊，对，那一次就是因为 Janet 带我们去哪里玩，从那次开始我就真的是爱开始爱旅游，开始爱户外的活动。下一站，好，那我们继续。还有更危险的，没有其他的。我们挑战到瀑布，好不好？ OK， 瀑布， OK， 瀑布，对，你都 OK 了。冲凉一下，冲凉一下而已。我们已经过两关了哦。对啊，过了几关啊？十个。没有啦，没有那么多。来，往上。因为下坡那里容易滑，往上。
那太宽了呀，我们往上再往下就好了，我们慢慢来。OK， 可以。啊，好舒服。对，冰冰的，凉凉的，我更舒服。那我们这边有帮您准备深潭接驳船，等一下我们就从树枝那边坐上去。是。那大哥，两个一起坐 ，OK， 可以。跨坐就好。跨坐哈。跨坐我们就是你们会拉。对，我们那边教练会拉。好的。对，我们到那边坐船。在这里，这个位置。哎，对，跨直接跨坐。跨坐。对，握着树跨过去。先踩住这里了。好，慢慢坐下去。好，慢慢的蹲下来，然后抱住我的腰。哎，出发喽！台湾铁打你，小心哦！报警了！报警！报警！一零二。耶！铁打你啊！啊！我是 Rose 啊。对，你是 Rose，Rose 你要比啊？那我是金。哦，直接走上来去。哦，是这样子的。哦，真的要往那边呢。那这边的话哦，就是要踩这个点。对，它这边哦，我们放低，你们有屁股垫可以坐下去。哎，他们已经滑到那边。哎，好快啊，没有让我们发挥的空间。一二三，起！好 ，OK， 哎，耶！恭喜！慢慢来。在坐上面，坐 ，OK 的，好，我可以，可以啊，你可以搭我的肩膀。好。没事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有人抓着你。没事的。可以抓着我。Oh my god！ OK，OK，OK， 你做到，你做到，你看，值得吗？Oh my！ 还没放手哈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好，那这里我们就是坐在船上，拉着绳子过去。好。地方我觉得很好玩，吊桥对我来讲一点难度都没有。就好，那就好。对，然后可是走完整个走这个石头山，我又觉得我好累。那一定的啦，我脚也酸，腿也酸。对，我觉得三位今天是我的老师。老师？对，看到杰哥跟美照姐，虽然稍长年纪，可是他们愿意挑战，对我来讲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。
然后呢，大家都不喊累不喊苦，尤其美道姐，我觉得你真的好棒，你愿意尝试。昨天我们一直想说要怎么安抚他，对，可是你自己愿意跳下来玩，我觉得这个是很好很好的示范。没有没有，只是想要参与。对，而且重点是，我们大家都一直在保护他，对，这个是很有爱的，因为自己吓自己啊。对，你一直在吓自己。很棒，很棒，自己拍还是可以吧？耶！呀！而且我觉得一定四个人当中要有杰哥这样子的角色在，那就是我们很安定的一个。是。今天真的谢谢你，这个秘籍啊，我一辈子可能就来这里，真的是真的很珍惜的，很珍惜，很珍惜。嗯，很好。我今天最得意的是，好像我真的有开发了他们的冒险的精神，他既然自己去自愿的，他自己 volunteer 说 OK， 那我要下去，我要碰到水，他就是真的有做到，然后我觉得他真的是很勇气，但是我真的觉得徐富凯是让我最敬业的人，他一次还不够，他说我可以再玩一次，然后他要试着看要从头下去，而且我们后来才知道说他小的时候有溺水过，他是很怕水的，他没有讲出来。我看到他这么的开心，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非常的感动。你是打算这样？我也是可以那种，你知道，就是咚。对对对对对。没有。哇，杰尼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我跟你讲，二十岁的时候跳跟四十岁跳还是有差的。你想想看，当然你他在六十岁就比六十岁更有差的。对。OK OK OK， 好。Come on。All right。Yeah。OK。加油。Ready。Go。Yeah。Go。Yeah。杰哥啊！哎呦，杰哥啊！哎呦，杰哥啊！哎呦，大哥，大家没话讲了。我想说，他可能就是轻轻的就这样跳下去就好了。但是，哎，他竟然这样子，喂嘣！哦，我也觉得啊 ，Oh my gosh， 真的是佩服了。我们甚至还可以，好像奥运比赛这样子，一弹起来后，可能后面这样翻滚，那个是年轻的时候可以了，因为现在有相当年纪的啊，很多技能配合不到，我就是适可而止了。凯凯，加油！我十二岁的时候曾经溺水过，所以我是很怕水的，就是一点水盖在我脸上，我其实会没有办法呼吸的那一种。那我觉得他把我的这一扇门打开了，我好开心。成功，安全。哦，对 ，Janet 带给我们很多的勇气。哦，我开始敢做了，敢做一些事情了。对，你傻眼什么东西？你会超棒的。超棒！我以为一开玩笑说我跳，你就会跟着后面跳哎。哦，我跟你讲哦，你今天一定会吃得好好的，因为等一下是吃三菜，对。然后因为昨天我们煮饭，然后我们不是专业的，所以我今天找了一个专业厉害的来煮一个辛苦的菜，辛苦的菜。因为你们都很辛苦，就陪着我玩疯了，所以今天要好好的对你。是你陪我们？是我陪你们疯吗？是你陪我们，愿意当一次？没有。没有他，我们疯不起来。对，疯不起来。我跟你讲，没有你，我们的行程都是真的是比较有活力，很 peace 的。对，有的，有的，有的。耶耶耶耶！我真的很喜欢带大家去玩一些平常我不会玩，或是挑战自己，对对，有挑战的一点点，但也不会到挑战到你会恨我。耶！其实天气已经都变蛮凉快了，我还可以穿外套。我特别安排了一个比较户外，因为我就是真的很太爱户外的。真的是大自然的人耶。
就是这边吃饭可以吗？吃饭可以呀、啊，还有一只狗狗。对啊，它超自在的。小黄。所以，其实我们这边就真的是阿里山哦。对，小心。这个应该是山腰了，是不是？山腰，半山腰。然后这边是我们今天要吃的，因为我知道大家真的应该很饿，所以很多东西可以吃。哇，太好了哇！就是山菜了，你看这就是那个龙须菜，龙须菜。嗯。然后这个高丽菜，高山高丽菜。然后这个是茄子。哇，优秀。然后这就是高山茶。对。那就开动喽！开动，开动，嗯。哦，冻点了，冻点了，是吗？不可能，你是菜吗？前面不可能的。阿里山就是阿里山的高山茶，怎么可能冻点？这里也有这种冻点的。你可以冻。这个就给你们了。OK。嗯。哦，对。我帮你。OK，Thank you。嗯。高丽菜真的很脆，对，最有名的。我觉得我其中会很爱旅游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吃的东西，美食，你可以吃到各种样子。就等一下哈，好，我可以慢慢的剥，这个好香哦，龙须菜，哎，还有一个香味，上面的那个吗？芒果，白香果。对，白香果，龙须菜配水果，好吃，超香的。那你要吃这个，我不知道是什么，这个一定是这个是什么姜花吗？野姜花吗？我知道那首歌了。野什么唱？怎么唱？野兰什么西唱的，是不是？刘兰西有，对不对？没有，那首是兰花草。哎呀，哎呦，兰花草，我想要，我从山东来，带来的兰花草。嗯。野姜花什么什么的，野姜花的春天，对，好像是，哎，但是野百合的春天，对，野百合，哇塞，今天都六困后果了，野姜花的春天，我还没睡醒啊，我帮你擦那个有没有舒服一点？有，对不对？有，整个游戏，阿爸，我刚刚脖子真的，他因为睡歪，你真的可能睡歪，因为真的上午太累。那以后如果我约你们去跟我玩，你们会？答应吗？我会答应。你会？我还要再去。我刚好跟你讲，你破除了我对于水的恐惧。他们两个就不讲话了。大家吃美食。对。而且如果原班人马，我更爱。这就是我心里的话。是吗？我敢。我再怎么安排，你都敢。不是。我再怎么安排，你都敢。不是那个刚刚的那个行程。刚那个行程。对。如果还是我们四个，因为你们都这么照顾我，那你会敢吗？如果我约你，我没有什么不敢的。你光那跳水，我就佩服你了。对，真的太佩服你了。那个只是牛刀小试的，哎呦。哎，像你这样子年纪的其他人，可能都觉得在家里就好了。可是你愿意走出来，其实我早就出来了，也是早就出来，对的。我只是想说跟着今天有一个连贯，对，嗯，哇，这个，你看成功哎，这趟旅程大成功，棒棒的，太好，开心，我真的很开心，哎，好吃哎，可能是饿了哈，对，真的饿到了，可是其实也很特别哦，这个东西，我真的说不出来那个菜是什么。这一道我们叫明和，明和，明和，嘿，它是日本的一种姜花，对对对对，姜花，对，在日本是高级食材，所以很难吃得到吗？台湾就只有这个季节，我们现在夏天高山上这个季节，哇，好开心！你知道我在日本住了半年，我住的地方叫做明和谷。真的很有缘，对，就是这个明和，就这个明和，这个明和，因为它的花苞像荷花的形状，耶，就有荷花花苞形状，对，然后吃起来有一个野姜花的味道，对，对，老板，那这个汤里面那个就是佛手瓜，然后鸡肉呢是那个我们现在这边阿里山苦柴油鸡，用苦柴油下去干煎的，好吃，对，这么帅，对，而且你要配一些姜，对，苦柴油鸡内行的就是要吃姜片，对，这个鸡很有活力，很有活力，就跟我们今年一样，是，然后猪脚也是用红茶下去卤的，红茶都是用我们家做的红茶去卤，哦，对，所以它吃起来有淡淡的茶香，对，红茶，龙须菜也是现在当季盛产的山上野菜，难怪那么嫩，这些青菜都是我们今天菜园子里面，是，对对，好吃好吃好吃。而且又你这个龙须菜也是厉害，厉害，都很好吃，都很好吃，每一道都好吃，就比较当季的做法这样子，
多吃一点哦，记得等一下我们还有一些行程是要用到腿的。哦哦。那你怎么会想要带我们去溯溪？你是怎么接触到这个的？溯溪，我记得我因为以前做节目嘛。没有，我从小出生就是一直带旅游的。我有好多桌面，就是你知道我完全没有记得，可能是一两岁就已经在。玩沙子在山上啊，都你的个性如此、啊。我觉得也是爸爸妈妈一直都带我们去玩，所以就一路玩到现在，一路玩到现在。因为像你从小就是一直唱歌，一直接触音乐，然后就一直唱。那我是家人就一直带你去玩，一直玩。这好像我那个再见南国的这个狗狗不能牵可以的，不要吵。我不是狗，我懂的。你给他吃，然后你自己。当他把他那个他嚼碎，不要有骨头就好。鱼我就不给他吃了，鱼他都吃，他也会吃。对，你看他还会这边伸长一样，在那边等着我喂。哦，好开心，好开心。吃这个的，不就蛋奶啊？五把啊？哦，我一袋把做碎了哦。我吃一罐，你吃一罐。我刚讲他没错。我是幻想之年郑清晨，我是少年郑德义，走，跟着我们去旅行，按上订阅，加上小铃铛，行程超乎你的想象，快点，快点，在这里，在这里哦。